中国我所采取方毛泽东三，毛泽东不是一个人，有时一个人，毛泽东是一条变色龙，毛泽东一生多变，只为了适应生存环境，发展壮大自己，飞向天阙金顶。当他举掌抗日救国的时候，上层一点口头民仇大义，当他所感谢日本皇军金流的时候，暴露了内心所想，做实了汉奸卖国者之名，当他统一中国的时候，登上了伟大人物的宝座，而年轻时宣扬湖南独立建国，捣毁中国这个空家者时，也许更伟大，但逃不了分裂祖国的罪名。革命家都是野心家、投机分子，还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狂飙豪杰，即便以共产中国的历史观点来评价，只能说毛泽东是个疯子。如果时空允许，吾收该当的毛存活于世，年轻时的毛泽东一定会把老年时的毛泽东掐死。